听说你最近刚游完日月潭泳渡哦。是啊。嗯，我最近也想要学游泳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游进你心里。哦。阿伯，那你去日月潭都有什么事啊？有自由式。哦，那你知道我都有什么事吗？不知道嘞。爱的进行式。插播插播，你知道中秋节除了烤肉还可以烤什么吗？烤什么？考虑我。考虑你啊。那我会慎重。插播插播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喜欢种茶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心里的种子种到你心里。啊。插播插播，请问你有听过 freestyle 吗？啊，我南岛只有 freestyle 啦。2017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，打开小桌到店来做会。没关系，茶心六绝，不是炒茶，徒手冲茶，去水流沙，好你体验过回味。要够五千人茶会，民歌之夜，千人楼茶，好你来这绝对不后悔。中间先生当年的盛会，你也不爱来，干脆回去洗洗睡。大年拢有各国特色的泡茶，今年阁有波斯、俄罗斯，小酒来做伙，绝对合你喝茶都会醉。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，要让全台知道茶叶我最会，你也唔来一定会后悔。冠军茶、洞顶乌龙茶、日月潭红茶、春茶、冬茶，等着你来找茶。喂，你知道我姓什么吗？茶。错。喝完了这杯，我就幸福了。